关注体育，关注奥运，让我们各就各位，预祝奥运圣火传递成功。就各位、啊、已经各就各位了。对，还有第三位哈，第三位、啊、是北海公园派出所的著名的双语警察刘文丽，有请刘警官。有请刘文丽。刘警官今天有点腼腆哈，不太像他办案的时候。不过我们现在说刘警官是双语警察，可能还有一些偏差，因为现在刘警官他会的语言大大超出了这个数字，会了多少种？总共能说13种吧。13种啊？对，13种。奥运会的一些官方语言啊，一个英语，一个法语，对，一个法语，法语会说是吧？法语你好怎么说？你好 ，Bonjour。Bonjour，你们的成果有助于发挥。北京奥组委第二届奥林匹克文化节将突出体育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友谊之桥的主题。本次文化节将于2004年的几月几号开始呢 ？A. 7月1号 ，B. 6月23号 ，C. 6月13号。6月23号。这又是您策划的是吧？ 对，跟他有关。宝贝的，啊、您策划的，宝贝的。来，陈明儿，我有一个建议啊，一会儿在我们答题的过程中，可以一直伴随着这个音乐，早晚都得想，主动想比被动想强。哦，是吗？早想比晚想强。我们的贝斯手主动想了啊，这个正确的音乐，他们有信心全部听这个音乐。哪里？2004年奥运会火炬传递是奥运会火炬历史上的第几次环球传递呢？第一次，选项听音乐。瞧瞧我们这里的人，不准备祝贺祝贺吗？看我们这里选项都不要。我们充分的感受到奥林匹克精神深入人心呢。好，雅典奥运火炬传递的起点在奥林匹亚，在环球传递之后，将于奥运会举行开幕式之际呢，返回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奥运会开幕仪式会在几月几号举行呢 ？A. 7月14号 ，B. 8月8号 ，C. 8月13号。8月13号。13号。听音乐。8月13号。啊！这个活动的终点是在颐和园。颐和园。哎，来奏音乐。泽东选集啊，然后呢，第一个字你说对了，第二个字是什么？选拔。好，是这样。然后有一种就是孙福明那个咱们那个女的运动员项目，就是运动项目啊，柔道。好，柔道。好，一种韩国的一种嘎，那个又是跆拳道。好，这个世界乒乓球叫什么？世界第二刚刚赛完的世界乒乓球。光忘了展示的时候，忘了已经回来要回来报道哈，和最关键的时刻了。这种团队精神，刘老师，我得跟你握握手啊！不敢当了，你真是了不起。他的定时是2分20秒啊，各位。